我一定要从柯亚老师身上得到我应该得到的知识财富。所以在这一刻，我从接受柯亚老师30分钟的访谈开始，我就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那我上个月的营业额，其实我们是一个小镇上哈，小村庄里面，应该算是一个工业区里面，我的营业额从原来的10000增加到40000，而且后续的来报名的人，因为我们那个镇上有3个哈，跟我们比我们规模大两倍的有3个，那么他学生拿着别人的宣传单到我们家来报名，而且基本上是不需要说服的。okay.啊、okay. 那他们说很感谢你，因为你跟除了给我们知识和技能上的一个帮助、嗯、更重要的你给我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指导和激励，那我觉得我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生活在低层之上的人，而他不需要。 OK OK， 要不要投票举手一下好吗？支持向小凤的，支持向小凤的举手。 OK， 所以他好像他已经赢了，要不要再举手？不用举手了，好吧？但是我觉得他还值得鼓励，继续努力，好吧？我觉得还有很多，哎 ，OK。我说了，就是我们强调的是行动力 ，OK， 不是说为什么你做你的事情，你做的事情非常重要，每个人做的事情都很重要。关于为什么你是行动力，因为 KR 老师为你辅导的时候 ，KR 老师会不遗余力的，甚至不计成本的辅导你。但是 KR 老师唯一的风险，是你不采取行动 ，OK， 不采取行动都不能证明我是正确的，更无法证明它的作用 ，OK， 所以在接下来的环节，我们一定要强调行动，行动，行动 ，OK。好，那下面呢，我们开始进入这个今天下午的这个议题。今天下午，我想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叫柯亚营销导图。那我在世界上最著名的营销学院读了2年，然后工作了很久，然后也见到了很多世界级的营销大师，但我一直在幻想，假如说营销是一个神奇而又复杂的世界，假如说我们希望去探索这个世界，我们希望在这个世界里游刃有余，能够随时的抓住机会，创造机会，那么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希望在我们原有的技术上再增加一个技术，我们不是在我们原有认识的策略上再学到一个新的策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营销的地图，有了这个地图我们可以自己创造价值，有了这个地图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新的技术，有了这个地图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机遇机会。所以我一直致力于找到一个这样的地图，可以说经过10年的思考吧，我终于找到了，所以我把它命名为柯亚营销导图。那么在这个导图上，我们就可以全面理解营销，而且在3天，我们首先看完了这个整体之后，我们一个点 OK， 我们把所有的技术所有的策略全部贯穿到这个导图，所以这个导图不仅是我们进入营销世界的导图，也是我们这3天课程的导图，所以我们就围绕这3天。那这个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到最后到第2天第3天，我们开始讲一些如何提速你的赚钱机器的时候，很多的方法是不可思议的，就像世界上一切东西一样，看似非常简单，实际上发挥它的潜力，发挥它的威力的创造力机会是非常多的。 OK，那大家看这个导图呢，最中间叫成交，你的所有的营销，你的所有的宣传，你的所有的销售，你的所有的事业，你的所有的人生就建立在能否成交。如果你的一生不能成交，那么你不可能成功，所以成交是一切成功的基础，是营销成功，个人成功，所以你必须学会怎样成交。所以成交在整个营销地图上占有最重要的位置，为什么我把它放在最中间？ OK， 从这里有2个选择，一个叫营销轴是横轴，一个叫策略轴。策略这个轴是竖的，所以呢，只从你进入一个市场，你怎么优化你的商业模式，最后奠定成交的基础，然后最后把所有的营销系统化，所以让你在夏威夷度假的时候仍然能够赚钱。
就真正达到一个全自动的赚钱机器。那最后当你把你的公司做成一个赚钱机器，当你不在的时候仍然能够赚钱的时候，你才能把它卖掉。如果你的公司非常赚钱，但是每一分钱在赚的时候你都必须亲自参与，你的公司是卖不掉的，你必须把你自己和公司捆在一起才能卖掉。 OK， 所以当你卖掉你公司的那一天，就是你给别人打工的那一天，非常简单， right？ 所以如果你要想打造一个赚钱机器，你必须要被全自动化，最终不需要你自己的天天的劳动才能进行。 OK， 那这三天的课呢，我们会涉及到这个 Y 轴这个竖的方向，但是我们更多的精力集中在横的方向。那在横的方向我们看呢，再往左看呢，第一步叫抓钱。抓钱是什么？成交很关键，是你给他产品或服务，他给你钱， right？ 但为了打造，为成交做铺垫做准备，你必须有潜在的客户，right？ 也许你用这个信成交，也许你用电话成交，也许你面对面成交，但是在这个之前你必须得有自己的潜在客户，没有这个潜在客户你就没法成交。 OK， 所以潜在客户之前呢，我叫别人的鱼塘。那你为了挖掘这个潜在，为了抓住这个潜在客户，你必须到别人鱼塘里去。理论很简单，你们想要的每一个客户都已经是别人的客户了。设想一下，你们想要的每一个客户，这个人不可能一生生活在真空里，他一定有别的需求别的梦想，他需要购买别的产品和服务。当那个他购买的那个产品和服务和你的产品足够相像的时候，另外一个商家鱼塘里的鱼就有很高浓度很高比例是你的想要的鱼， right？ 说这就是鱼塘理论的基础，就是你想要的每一条鱼或者每一个潜在客户都是别人鱼塘里的鱼。所以你不需要到大海里去钓鱼，非常的辛苦，不要到马路上撒传单，成功率只有千分之一甚至不更低，而是到别人鱼塘里和别人建立一个共赢的模式，这样他会心甘情愿的把他的鱼推荐给你，并且你还建立了他的信任，你的荣誉的程度要提高十倍二十倍都不止。 OK， 所以你的营销从别人的鱼塘开始，然后要抓钱。这里我强调是抓钱，抓钱什么叫抓钱？你要抓住对方的姓名加上 email 地址，这是最起码的。然后如果你能够抓到他的电话号码，抓到他的家庭住址，你得到的信息越多，这个人的质量越高，这个潜在客户的质量越高，那么你后续成交的这个动作会更多，可以追踪。啊，在这里呢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说你当你抓不到，你说这个人曾经来我的网站转了一圈没有用，这不叫抓钱，你没有抓住他。你抓到刚才赵丹的例子，你看了，你要抓住他，你有他的姓名电话家庭住址，这时候才叫抓钱。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意识到你们所做的第一笔交易赚多少钱当然可歌可泣，但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拿到他的名单。我们说了，每个人购买你的产品和服务的背后都有一个理想的画面，都有一个梦想，都有一个蓝图，他并不是孤立的想购买你的产品和服务，他需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蓝图，但是他自己的梦想和蓝图需要很多步骤，需要很多相关的产品来互相帮助，才能实现他的梦想。OK， 当你成交了但没有抓住他的名单或者是姓名或者电话号码的时候，他的梦想你是无能为力再去帮他了，除非你下一次再花一次钱再把他们抓出来。 OK， 但是没有必要，他就在你的门口，为什么不让把他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留下来？ OK， 我们会讲怎么用这个方法，怎么很简单。所以抓钱一定要抓住才叫
加强，否则没有用。因为不管你们这个你们多高的这个成交高手，你就有相当大的比例，一半甚至更多都浪费掉了。所以你们需要去抓住这些人的名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OK， 所以有了抓钱，有了成交，那成交之后，那90%的人就忘记了。人家购买你的第一次，只是检验一下你能不能帮他实现梦想，能不能帮他实现梦想。他的购买是小心翼翼的，他的购买是很微小，他希望采取一个保险的步骤，所以他的购买力远远没有得到最大化，而他的梦想只是刚刚开始。这时候如果你没有继续追踪他，继续追踪他，继续给他提供产品服务，继续给他销售的机会，那么你就白白的把钱丢到水里，太容易了，非常容易。那为了给大家更直观的一个比例，我想这个你们这些每个购买过我 DVD 的人能够站起来吗？以前购买过我的 DVD OK 站起来，你站起来，哈姆利 OK 以前购买过我的 DVD Right， Now look at this， This is powerful。 那他们只接受了，你们只接受我的一封 email Right， 然后这 email 是告诉你们去听一段 Peter 的对话 Right，OK， 一封 email 产生这么耗，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没有实现的梦想 OK， 但是我因为留下了他们的姓名电话，我给他提供服务，他们响应这个服务，他们觉得是个机会 OK， sit down， 谢谢。那 think about it， powerful， powerful。 如果没有这个追销 OK， 你的成功是有限的，而且这个比前面其他人的这个成本要低很多，他们我只是给他们一封 email。所以你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要学会追销 OK。 如果你们这个成交了之后就忘记了，就让他们走了，就再也不跟他们联络再见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巨大巨大的失败。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要做。那追销是一个不断帮助他，不断给他购买的机会。有时候赚钱非常容易，就是要给人家购买的机会，但是当你不把你这个物品和产品摆在别人面前，别人是没法购买的。如果我没有他们的电话号码，我没有他们的 email 地址，如果我不能给他们发 email， 他们即使想买，他们想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他们也没有手段 OK。 所以非常重要追销。那最后形成自己的鱼塘，那自己的鱼塘呢，就是自己一群反复购买自己的产品服务，而每一次购买它都有零风险承诺，每一次购买它都更接近了自己的梦想，每一次的购买它都实现了你给它的承诺甚至更多，所以它就成为你最忠实的客户。这批忠实的客户是你们的未来，是你们的成功，不在乎你们以前赚过多少钱，那些都已经过去，只有这里才是你的未来。如果一个公司你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你的未来就基本奠定了 OK。 所以它的重要性如此之大，如此之大。你们所有的营销，最终你们要打造自己的鱼塘。等你有了自己的鱼塘，你知道这些人的梦想，你知道在什么地方能够帮助他，你随时可以设计产品和服务去帮助他们，只要你有零风险承诺，所以你随时可以赚钱。所以这是非常重要。那在这里呢，我想说呢，就是说一，在成交和成交之前呢，我们叫前端营销 OK， 叫前端营销。在成交和成交之后叫后端营销 OK。 所以前端营销是一种投资，是为了在后端营销中实现利润。所以我告诉你，在一个正常的业务形态当中，它的90%甚至更高的利润在后端。所以当你们放弃追销，当你们抓不到对方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的时候，你们就白白的把90%的利润扔进了水里，你们就白白让别人的梦想无法实现 OK。 别人希望实现，但是你就给他一步
就没有再有这积蓄了，所以你就既没有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也没有为你的收入最大化，非常重要。 OK， 那有两个我刚才跟你阐述的前端营销后端营销，这是从营销人，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我们看我们需要成交， OK， 那成交为了成交我们需要抓钱，我们需要到别人鱼塘里通过某种方式把潜在的客户拉到我们这个成交的机制面前进行成交，我成交了之后我继续跟踪，不断的创造价值，不断创造价值，最后形成我自己的鱼塘。那我自己的鱼塘是将来别人建立的一个桥梁，别人可以在我的鱼塘里建，如果那个别人创造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有价值，所以他可以帮我创造更多的价值。那这是从营销人的角度，但这种角度虽然好，你们都是做公司的，每个人都需要有这种角度，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想呢，从消费者，从对方的角度怎么看这个问题。 OK， 如果没有对方的角度，你们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刚才给你列出的这个顺序是从我们的角度去怎么实现我们的利润，但是如果没有给对方创造的价值，你的利润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我们看看一个典型的对方是怎么看的呢。那一个陌生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你， OK， 他从来没有听说，他对你没有任何的信任， OK， 你通过鱼塘借力，因为他是别人另外一个鱼塘里的鱼，你通过别人的信任转嫁到，把这个信任转嫁到你的身上，然后你给他提供一个价值，而且不需要他购买，是免费的，你要求，所以呢你要求他做出一个反应， OK， 他对你的信任很少，但是因为你提供的价值足够的诱惑，足够的有吸引力，所以他就采取了你要他采取的行动，也许是打个电话，也许是填一个姓名和 email， OK， 所以呢他就响应了你的抓钱的一个主张，所以这时候呢他就得到了你这个免费送给他的东西， OK，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你，对你没有一点点的信任，变成了对你有了一点点的信任， OK， 他觉得你给我的东西虽然是免费的，但是很有价值，所以他慢慢在他的心目中呢，他认为你是能够帮助他，你是能够给他创造价值，并且你没有要求马上回报。这时候呢他的名单，他的姓名和 email 进入你的抓钱的数据库，但是你没有马上扑上去就要成交，就要让他购买，你而是采取的呢是继续给他提供价值，而不要求回报，你给他继续提供价值，也许是另外一个免费的录像，免费的 DVD， 免费的录音，免费的祷告， OK， 你继续给他提供，那这时候你仍然不需要钱，那这时候你说你需要给我你的电话号码，所以呢我可以给你发短信，所以这时候因为他对你有了一点点信任， OK， 他也了解了，他知道你是真家伙，你有东西，这时候他又会做出一些反应，又给你更多的信息， OK， 与此同时他得到你的价值的馈赠之后，他去消化去理解，就发现确实像你说的一样，并且更有诱惑力，确实给了他价值，没有付出成本，这是他对你的信任呢又提高了一步， OK， 又提高了一步，又增强了一步，然后这时候你再不断的给他新的免费东西，新的免费东西，新的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是公开课，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他不断的体验和你工作和你交往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什么样的状态，直到有一天他对你的信任已经提高到一个临界点，这时候你再给他一个成交主张，再希望他购买的时候，再加上零风险承诺，就变成了一种必然的结果，OK， 非常简单。那在这里呢我想说清楚，就千万千万不要自私，要给予别人购买，你记住别人是实现一个梦想，因为他有一个实现的梦，需要实现的梦想
和蓝图，所以他才会找到你。然后你一步一步向他证明，而不求回报的证明，让他觉得你可以信赖，可以信任。最后他对你的足够的信任，你才能成交。不要太快，说要想怎么给予，不要想怎么说话。说服别人，说服别人去购买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当你给予给予给予的时候，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容易。我再给大家描绘一个蓝图，这蓝图非常简单。那假如说你的整个抓钱的机制不断的有新人进来，然后你不断的推进他，不断推进他，不断的推进他，是在这个过程他离他的梦想，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其实他离和你成交的这个距离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那你的整个的潜在客户，不管是100人、1000人、10000人、10万人，他会分成不同的层次，是一波一波一波，来。但你不求回报的，不断的给他价值，不断的给他价值。你知道吗？有一种有一个游戏，你知道这个，你可以往里边塞硬币，然后有几个台阶，然后塞硬币，然后就往前推，塞硬币往前推，你知道吗？你不追求你塞一个硬币，所有人都下来和他成交，你只需要。追求的是塞一个硬币去，总有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 ，right？ 我觉得这就是你整个成交的循环。你把一群客户，你知道你能够帮助他，他对你的信任在不同的程度上，购买力、各种的思维模式在不停的进展，你不停的给他，不停的给他。可是你每当给他一次，就有一部分人会成交；每当给一次，就有一部分成交；每当一次，就有一部分成交。非常非常的简单 ，right？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信任是成交的第一货币，没有信任绝对不能成交。所以呢，如何把一个信任，一个陌生人跟你之间的信任是零，转化成足够的信任，这是你整个营销过程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没有信任就没有成交。OK， 而信任是不断建立的过程。你首先采用了一个借力，借别人鱼塘，塘主和鱼之间已经有的信任，用他的借来的信任而慢慢的提高放大，提高放大，最后就打造了你的刚才所说的这个，有点像赚钱机器，就是放进去一个硬币或给一个东西，给他一次购买的机会，就有一部分人会购买。给他一次购买的机会，就有一部分人购买，然后同时新的抓取了潜在客户，继续进入你的整个这个循环。OK， 这就是你的营销，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都有数据库，都有抓钱，都有不断的给予价值的一个渠道。人家说，你说的再好，不如让别人体验结果。那我可以发明最好的台词，最好的电话脚本去说服刚才那些人去购买，但是我不如首先给他们一个30分钟的咨询，结果他们产生的结果，这比我说什么都有用。所以你在想，你怎么能够帮他，给他价值，给他创造结果，怎么能够让他在付钱之前就能够体验到或部分体验到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OK。所以你的成交呢，就变成了一种自然的过程。OK， 当你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的在你的挖潜，在你的抓潜的这个机器里，这个系统里，总有一群人不停的进来，然后进来经过一个全自动的模式，不断的给予，不断的给予，不断给予，然后总有一批人不断的成交，不断的成交，不断的成交。OK， 所以只要你的抓潜的机器在不停的转。你的成交就在不停的进行 ，OK， 那我们再说后面。那么后面等成交之后，你的整个的赚钱机器并不能停止，因为别人购买了你，对你的信任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是并不代表他的梦想一次就实现了，他还有很多很多没有实现的梦想，你要继续跟踪他。并且不断地再给他提供免费的资讯、教育、产品、体验、机会。OK， 那最重要的是，他的第一次购买经历必须是积极的。OK， 他花了1块钱，必须得到比1块钱多得多的价值。只有这样，
你的信任才得到了进一次的放大，他对你的信任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巩固，这样就为你下一步的成交奠定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前次成交的积极的好的经验好的经历是下一步成交的必不可少的。所以为什么你的每一次成交最重要的是给别人创造你所承诺的价值，让他对你的信任进一步提高，让他不会觉得啊，我原来以为他是怎么样拜拜，而是说啊，比我想象的更好，比我想象的更好。所以呢，当你第一次成交的时候，你记住，你只赚到你该赚的钱的1%，你后来更大的更大的这个机会你没有去实现，你需要不断的创造新的产品，不断的给他新的服务，不断的提供成交的机会。 OK， 等明天我们谈具体的一些技术，描绘蓝图怎么做这个事，怎么能够让后来的成交变得非常的容易。那我记得这个第一次很多人购买我的1000块钱 DVD 的时候，很多人这个折腾来折腾去，大概折腾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有人还要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营业照的这个营业证这个复印件，很不放心，说你的零风险承诺你真的退吗？说不行，你要给我写上承诺盖上章。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给他们盖章给人承诺，但后来发现同一批这批人，当他们在新购买的时候速度就很快，因为人家花了1000块钱应该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你实现了你对他的承诺，你没有辜负他对你的信任，所以你赢得了更多的信任。所以如果你要想成为营销高手，如果你要成为营销天才，你必须学会建立信任，你必须学会建立信任。如果没有信任，你的所有的营销的大厦都会崩溃。 OK， 信任是你营销的货币。 OK， 你必须建立信任，不是考虑说什么，说什么在一定程度上有用，但是重要的是给什么。 OK， 当你给他的时候，当你给他价值的时候，他才会认识到你能够帮助他，你能够为他创造价值。因为很多人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考虑怎么说脚本台词，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你的角度不对，你的角度是怎么说服他诱惑他骗他进入你的圈套，我们看就没有追销的机会，就没有后续的机会。你必须努力让他和你的交往变得非常的快乐，变得非常的满足。 OK， 只有这样你才能不断打造成交的机会。 OK，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那前一个角度当然很重要，这是你们内部营销必须要管理的一个过程，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进入另外一个人的状态，你有没有生活在他的世界里，你知道他是一个陌生人，从来没听过，就说我们刚才也许15天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我。 OK， 所以你怎么样在很短的时间内让他认识到你确实能够帮助他，确实能够给他创造价值。所以呢，你需要不断的给予给予给予。为什么我在我的销售信上这个挂了他们几个的访谈，每个都有40几分钟吧。所以即使是你听完了这个，你听完了这个东西，你决定不购买，那很多人也决定不购买。 OK， 但是很多人进入了我们的系统，他们会继续得到，但是他们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收获，他们一定是得到了价值。所以你们听完这5段录音，哪怕听1段录音，你们得到一些收获。 OK， 然后你们去用了一下产生结果，那你对我的信任已经有了，那下一次的机会你购买的可能性就更大，很简单。
所以呢，我在给予。然后完了之后，你把你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你把你的姓名和 email 留下来之后，我们会有很多的 PDF， right？ 然后给你们很多 PDF， 每一个都很有价值，每一个会给一种新的思路、新的角度。OK， 我们不断给你们这个来之前，我给你们很多很多很多东西。说真的，你们并不一定需要决定要来，你们便是来了，你们也不决定会待下去，但是。我会给你们价值，我希望这些东西能够帮助你们，能够实现 OK， 能够实现你们想要实现的梦想。那在这里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是心态，期望每一个人不要去搞定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仅仅不一样。有的人在15分钟决定，是因为在此之前他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他在寻找一种答案，而且答没有找到，所以他第一次见到他就马上识别出这是一个。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同样的经历 OK， 所以不要试图说什么把他搞定，不要，你给他提供什么，总有一天他会意识到，也许是这些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免费的东西的刺激，也许是他继续他这种挣扎，去在不断的摸索的过程中他的痛苦的加剧 OK， 但是总有一天他会搞定。所以只能建立在一种贡献价值，贡献价值。那还有一个呢，我想说了，因为你的后端的利润是你整个利润的90%，你的营销的目的不只是在前端，你的营销的目的是大量的前端走进来，然后通过成交不断的满足过滤，最后找到你真正后端的客户，后端的客户是你的未来，是你的利润。所以有一群人可能成交之后就走了，也许他的梦想改变了，也许他追求新的方向，不必要可惜，因为还会有更多的。你的目标最终是找到一群你能够不断的跟踪，不断创造价值，他的梦想很大，而且他非常聚焦，非常的持之以恒去追求梦想，而且你能够不断的创新，不断创新，不断创新，去给他提供更多的产品，更多的服务。就这些人，因为他们已经成功了，他们的梦想已经实现了一半，所以他们支付你的能力，回报你的能力大大的加大，你的销售难度大大的降低，所以未来在后端，不在前端。所以不要可惜他没有成交，但是值得庆贺的是，你找到了成交并且会坚持下去的一批忠实的客户 OK， 一群不断创新，不断去在他自己的市场中不断的创造价值，创造丰富他的生活，实现自己梦想，并且敢为自己的梦想，敢为自己的进步突破而支付你想要的价格，这群人才真正是你的未来。所以营销导图它告诉你的是在哪里，我觉得从成交以后应该是黑色的，从成交以后应该加重前面一个钱，你知道前面重要，但是它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在后端。而且这群人，那更重要的是这群人，因为你从他们赚到的钱很多，因为你给他创造的价值很大，你们之间的信任更加的强烈，你们之间的信任更加强，你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密，人生在这个过程得到的快乐和满足感得到了放大 OK， 因为你帮助了他完成了自己梦想，而不是做了一半就结束了 OK。 所以赚钱只是一个手段，但最终你帮助他实现了梦想，他就愿意支付钱给你。所以这是一个5000米高空的一个克雅营销导图，是这么理解的 OK。 我有点激动，我觉得因为什么很激动，我觉得我跟过很多营销大师，就这个东西我可以毫不疑问的说这是我的创造，即使我的导师也会同意，所以我觉得很激动，就在这里。
而且我相信的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了这个东西你们所有的营销所有营销都可以解决。 OK， 那这里边呢我刚才已经讲了这成交的环这几个重要的环节。 OK， 就是成交，你看了整个的这个一个流程就是从你们的角度怎么实现的。 OK， 然后从这个客户的角度是怎么意识到你的。如果你们不了解，如果你们不了解我，你们可能不知道，但是了解我们都知道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需要100%的站到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你所要的一切不管是金钱还是荣誉都需要别人给予，别人之所以心甘情愿的给你金钱给你财富给你荣誉，是因为你给别人创造了价值，你给予了别人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得到的工具手段。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层面算是理念吧。 OK， 那在这里呢我想把这个正坐标呢稍微再讲一下。 OK， 那正坐标呢这个是每当你进入一个市场，你需要寻找一个最有利的商业模式，这个商业模式必须利用杠杆借力的原则，必须利用杠杆组合。 OK， 我们横坐标创造更大的价值，但是纵坐标是如何分取这个价值，每一次价值的创造都是大家合力的结果，有一个价值链，有一个工作链，有很多人共同创造这个价值，有供应商，有渠道商，有广告，还有其他的。那怎么设计这个商业模式才使你付出的能力最小得到了回报最大，而且让所有人都心甘情愿的和你合作一样。说你把同样的理论，同样的从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从对方的角度去感悟，从对方的角度去服务的态度和理念和精神放到你的合作伙伴上，你的伙伴需要是什么，你的伙伴需要得到什么样的满足，你的伙伴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实现什么样的梦想，你能比任何其他的合作伙伴更能够实现他的梦想，所以他们就心甘情愿的和你合作，形成一个价值链，给你传递你的价值，并且很心甘情愿的在这里分取比你小得多的利润，但是比他没有你的合作得到的利润要大很多大很多，所以他才愿意跟你合作。 OK， 所以呢这里就是怎么利用杠杆组合的技术设计你的商业模式。 OK， 那最终还是要成交，如果不成交一切都是白费。 OK， 所以这个到了商业模式完了之后就要成交，成交完了之后呢有另外一步子叫系统化。你看我们现在做的我们所有的 email， 你们收到的 email 都是全自动发的，而且你们收到的 email 都是你们自己的名字，亲爱的某某某，不是亲爱的朋友。 OK， 你们收到短信也是全自动的发的。 OK， 所以你们需要有一个系统，怎么实现和客户不断的给客户传递价值，不断的给客户已经成交的客户或者是还未成交的客户不断的提供价值，你需要打造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呢要么是技术的平台，要么呢是一套操作的规定模式，也许你训练几个秘书，他们的工作就这个，给他们一个这个行动的指南，他们就去做，每次就会做的全自动，这样呢你就大大的降低了误差，你的所有的杠杆组合得到的效果就会得到放大稳定，对吧？所以你需要有一个系统化的一个策略。最后呢也许多年以后你决定这个公司做的足够大，它的现金流客户什么都稳定，你足够多的这个鱼塘里有足够多满意的客户，这些是最值钱的资产。 OK， 等这些人这个
稳定下来，你的整个系统也有了。离了你，你去夏威夷度假，在沙滩上，你躺一天、躺两天，跟你的销售和利润没有关系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公司是可以出卖的。OK， 通过出卖你的公司，你就可以实现更大的利润、更大的回报。但是你出卖的是一个系统化的赚钱机器，如果这个机器是不自动的，是没有出卖的价值的。所以你的整个赚钱系统和满足客户的价值、为客户实现价值的这个系统，越接近一个全自动的赚钱机器，它的可卖性就越强，它的价值就越大，你所付出的努力就越小。 OK， 那这个部分呢，我说了这个部分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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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你希望花我希望你花时间花精力仔细的感悟这么一个克雅营销导图，非常非常关键。我们将来所有的魔术、所有的变化都在这里。接下去待会儿呢，我们会讲整个，这就是你的整个赚钱机器的组成部分。我们怎么聚焦到你的利润指点？你记住，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在指点上发力。如果不在指点上发力，你会事倍功半；如果在指点上发力，你会事半功倍，非常的轻松。然后我们怎么让你的利润在零投入、零风险的情况下快速的膨胀起来 ？OK， 所有的将来的组合都会在这里。OK， 但是因为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理解好这么克雅的营销导图，那么将来我们快速的怎么加速你赚钱机器，你可能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前端、后端。自己的角度，对方的角度。所以呢，我想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做一个交流，就是每一个人可能我像刚才一番的谈话，对这个克雅营销导图你们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印象，每个人经验不一样，背景不一样。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大概五分钟的时间思考一下这个概念，然后把你的感悟写下来。发现每一个成员都有了自己新的方案，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嗯，那这个我就不能细说。第二个，我们讲一下第二个环节的讨论，是我们从克雅老师今天下午的讲解里，我们学到了什么东西。第一个，我们觉得系统的建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克雅老师希望我们以后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夏威夷的海滩上晒太阳的时候都会有那个现金收入，所以系统的建立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我们的小组一致通过，觉得这是可能营销导图里面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就像杜甫是你讲的，如果欲与邪师，功夫在诗外。我们套用一下，就是说如果欲与销售，功夫在销售外。在此之外，我们有联想到另外一个佛家的理论，就是舍得。你要有舍才有得，而且你给的是出乎客户意外的一些惊喜，可能你最后得到的也是出乎你自己意外的惊喜。就好像刚才很多我们的同学跟我们事先分享，他们的收获可能也超出他的意外。对，那这是舍得这方面，我们觉得跟这个克雅老师讲的这个是道理是相通的。然后具体做的话呢，比如说不一定是说你在做生意，比如说你在做一些这个做义工，你要去帮助一些人，首先你要知道哪些人需要帮助，那你要通过一个方式去找，可能是别人的鱼塘，比如说慈善机构啊什么样，你知道去得到这些名单，这些人才是你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不是要帮助所有的人，我没有那个能力，也不要浪费资源。你与其去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找到那些最需要我们产品的人，最需要我们服务的人，然后我们来给他我们的帮助。 OK， 效果最大。 OK， 说得好。你要金钱，你要抓钱，抓钱的话，你帮助他之后，他还是需要你的不断帮助，他不可能一下子马上就有个质的变化，你要给他不断的继续的帮助。然后呢，追销也是同样是这个道理。到最后呢，你能够形成一个很
自己的一个名单，哪些人需要你持续不停的帮助，这样子呢你能够把你的资源最大化的利用。这是从横向来讲。而从纵向来讲呢，我们一个人去做这种事情，总是能力有限的。如果我们能够把很多人通过一个模式，商业模式把它集合起来，然后呢形成一个自动自发的一个流程，甚至是一个不断的自己在扩充完善的一个系统，那这样的话一段时间之后，也许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了，也许我们老了该退休了，我们的能力当然我们还在帮助别人，但是没有那么大能力了，但是你培养的一些人已经在继承你的事业，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含笑的去夏威夷度假了。 OK， 谢谢谢谢。因为他说这个舍得其实我们并没有舍，其实我们不断的给予的过程中呢得到了更多。有一点呢，我说的这个非常激动，你们要创造价值，你们一定要创造价值，创造价值是你们的立世资本，你们如果没有创造价值，你们根本就不应该在世界上存在。 OK， 你们必须创造价值。但是有一点，你们创造100块钱的价值，永远不要有100块钱的回报。OK， 你们创造100块钱的价值，你们就要100块钱的回报，这是非常非常吝啬的想法。OK， 你们创造100块钱的价值，如果你的成本只有1块，你只要有10块钱的回报，你已经非常富裕了。让那90块钱的价值在其他的地方去传递，最后这些传递都会回到你这里。所以呢一定一定记住，不要创造100块钱的价值就要去100块钱回报。所以你只需要想象着你这个赚钱机器 right， 你这个一波一波的推，你只要扔下去一个，能够有2个掉下来，你已经赚了。你没必要说哇我要让它10个掉下来，是吧？当然你可以做得更好更好，但是你不要，如果没有那你觉得很不平衡，对吧？我告诉你，我给很多客户创造过很多价值。那我做营销的方法很简单，你这客户创造每年做100万，那我认为你周围还有一个1000万的机会，你根本看不到。 OK， 然后我来做，我来帮你，如果需要投入我来投入，我来帮你做。 OK， 但我只有一个条件，多创造出的利润我要分50%，没有问题吧？因为你不需要投1分钱，我来做，多赚的钱我再分，原来的你该赚多少做那也是你的。 OK， 那我告诉你，这个每个人都会同意，我也非常认真，我要选择真正能有执行能力的人。 OK， 每个人都很开心 right， 所以呢他可以让你做，然后最后他100万的公司让你做成了1000万，900万出来了，他应该分给你450万。那第一个月呢他会非常心软的给你，但第二月当你从来电话都不用打的时候，他再寄给你450，他会觉得很不爽，很不爽。 OK， 那第三个月就更不爽了。 OK， 这时候我就说好算了，你知道我的价值给你创造900万，我有450万。 OK， 你再给我900万为止，再从这以后再也不用付了。 OK， 我900万给你2次机会，就是分2个月付完。OK， 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说创造的价值很大，但是你不要所有，否则你就会跟他陷入这个辩论啊，无所谓，对吧？没有意思，你可以花这个时间去帮助另外一个客户 right， 但无所谓，你只花了很小的成本创造这么大的价值足够了。但你不要担心创造多么大价值你应该分多少，你看自己的账本，你得到了就行了。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太自私，不是说要先索取再回报，而是说你创造100块钱的价值只要求10块钱的回报，如果你的成本只有1块，这是非常丰厚的回报了。 OK， 非常重要。 OK， 那下一个，那个我们组讨论的比较细节，就是说比较认真。那么刚才大家已经谈到了一点，我就不说了。那么我们当时最主要的有一个是刚才可能没有提到，就是说柯岩老师在跟我们谈到的一个如何100%的去为客户的梦想而去做一些贡献或者价值。那我一直在想，梦想初中梦想跟我会有什么关系？那么首先就是说，哪一个梦想是你可以实现的，是你可以为他奉献的，这是最主要的你要首先考虑的问题。那客户的梦想很多啊，他比如他在各个方面他都会有梦想。那么我想在座的各位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梦想，跟我有关。
人都会梦想健康。是。给一个，给一个。是。哎，好。那么我现在在想，那我怎么能为在座的各位能创造价值？除了我要给大家提供一些知识，就是健康如何来健康的知识，包括意识，包括一些实体和方法，这就是我现在所从事的事业。那么我在不断的给予大家这些的同时，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潜在客户。好。谢谢，好，是的，他说的对，其实叫我们在描绘蓝图的这个技术当中，我会跟你讲怎么分解梦想 ，OK， 分解梦想，每个人都有梦想，但这个梦想呢，可以分解成每个部分，就是你要找到你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个梦想是什么，然后你要决定在他整个的梦想这个流程当中，你准备什么时候切入，然后跟着他多长时间，你要不要把他的梦想进行扩展进行放大，非常重要。那我相信包括家里包括这个 Peter 所有的人，你们在见到我之前和见到我之后，你们对营销的梦想已经扩展了很多倍， right？ 所以我在帮你们扩展这个梦想，随着你们梦想的扩展，我想你们购买营销产品和服务的欲望被放大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一样的过程，就是你要用你的教育去服务，本身就可以扩展别人的梦想。你们以前就认为营销，哦，营销不就是买卖吗？对吧？很简单，我把这种一点非常局限的理解，把它彻底的放大了，拓宽了，加深了。所以你们的对营销的愿景，对营销的这个梦想，对营销提高，如何提高自己营销的这个 level， 这个台阶提高了，增多了，在这个过程中，你们购买的这个时机增多了，你们购买的欲望增强了，就是这样的。你每个人都可以做这个，但你我们需要去思考，对我你们可能做英语的，做健康的，做其他的一样的，但是你们需要做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你们去给别人一套全新的思路和思维问题的角度。也许你是帮助婴儿，但是帮助婴儿怎么思考这个问题，我不是专家，但是如果你做这个，你就必须成为专家，你必须比你的客户知道的更多才有价值， OK， 那你应该比你客户知道的更多，你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你有更多的经验，这个基础非常重要， OK。 最后一个，刚才大家讲了很多，包括策略也很好，技术也好，还有甘老师讲的所有这些，我想用一句话来讲，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就是先给予别人。那么在所有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从一万米的高空往上看我们的客户，我们潜在的客户，首先你有没有一颗大爱去爱他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对他有没有关注，有对他有没有关爱，包括甘老师在全程的过程中，他记住了我们每一位学员的名字，每学员的 email， 他会去关爱我们，去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在无论是做教育还好，还是我们做产品，还是给客户来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如果给客户关爱，我们真正的爱他们，我们就会站在他的角度上来去考虑问题。我上课的时候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说如果在我的班里面这边全是美女，全是丑女，如果我站在美女这边上课感觉心里很愉快，那么这边丑女肯定不高兴，是不是？课堂肯定会乱了。所以在我的眼睛里面呢，所有这些学生都是我爱的学生。如果你只爱那些爱你的人，或者你只爱那些你所爱的人，你有什么赏赐呢？ OK， 我的分享就到这儿。好，谢谢，谢谢。他说的这个非常的关键，刚好这个引起了我想做一个评论哈。我不想把这个东西变成好像是宗教似的爱啊什么东西，我们不需要这个。但是你们可以感受到，如果我不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你们成功，如果我不是发自内心的想把你们成功的障碍一个个的打破，如果我不是发自内心的想跟你们分享更多，我不可能有这种姿态，我不可能有这种激情，不可能有这种愿望。作为我们的营销人，当我们为别人实现梦想，更重要的是当别人失望的时候，你必须有希望。也许他认为他可以平凡的过一生，
但也许他已经满足这样，但是你认为他可以做得更好，你认为只要他获得了这种工具手段，他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即使他没有希望，你都需要对他抱以希望，你才能给他最好的帮助。当他困惑的时候，你应该能够知道他的困惑是暂时的，你通过帮助你就能够解除他的困惑。当他犹豫不定的时候，当他无法聚焦的时候，你认为只是他过去的思维习惯，只要他有朝一日悟到了改变了，通过你的努力他就会聚焦。你必须有这种对症对你的客户有一种希望，一种积极的希望，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去帮助他。 OK， 谢谢大家，非常好。